姑娘，你为王峥都做了什么了？他说他不喜欢留长指甲的女生，然后我把我的长指甲都剪了，然后以后也不会再留长指甲，头发也以后一直都会是黑色的，然后就是后边的这个被子，是我走遍了差不多整个吉林市吧，找到的最大的一双被，因为它很高很大嘛。之前王峥在节目上也说过，他之前很小的时候就出来打拼，然后很不容易，住的是地下室，然后睡的是床板，没有被，然后发誓说以后要买一个最大的床，然后买一双最厚的棉被。然后我今天把被子带来了，我想做你最温暖的棉被。下去吧，王峥，你下来好吗？下去吧，王峥，下去，下去，全场热烈！